姐姐还在这吃呢，马上到点儿了。哎呀，还有五分钟，快吃快吃快吃啊！哎呀，妹妹，我的天哪，你可真勤快呀，大早上起来都在这学习，学的什么呀？这是？啊，那个成语是不是？哎呀，准备准备上学了，穿上鞋子去，快去，要不一会儿又忘了。昨天不都穿拖鞋去了吗？给你妈妈给你买，今天买了个新的书包，你今天背新的书包好不好？那当然了，你快看一下，站好了，你别动，你看一下，你看这个地方还带一个旋转的，但还有一个纽扣，直接打开就可以，而且里边的你看里边的容量特别大，这个地方也可以放，你看这个地方也可以放东西，知道吗？你看它的质量特别好，都是那种皮面的，一擦就可以，你看它的袋儿都是那种特别宽的那种袋儿。哇，好漂亮呀，这个上一年级也能背是不是？一到六年级都可以背，你幼儿园现在先背着吧，穿鞋去走了。